Hello， 今天教大家如何稀释精油。我们今天准备石墨的空瓶玻璃精油瓶，把瓶盖打开。我们今天稀释苦橙叶，然后苦橙叶的原液，我们把空的精油瓶分成八等份，比例是1:7，八等份。大约20滴到25滴，稀释的比例按照自己的喜欢。其他的就加椰子油，这样子就不用一滴一滴的数哦。就加到大概这个位置就好了。这样子就稀释完毕咯。